大家好，我是风信子。我田洞里面种的芥菜有些已经要开花了，我今天要把它给拔掉了，拔掉然后种几颗莴笋在里头。这芥菜现在长得也不好了，花骨朵都已经长出来了，这颗也是。这是拔掉以后补种的一颗，也是非常小的就已经长花骨朵了，长大了这个。那这棵更高，那这种嫩嫩的苔也可以把它掐起来，当菜吃的。其实还挺肥的，把它松一松，我就直接种了。就是放一点羊粪当底肥。我育的莴笋苗在这儿，只有几颗，刚好种铁桶就合适。把这个土球一起挖起来，就拿去种。苗还可以，长得还挺壮的。这种放了底肥的，都不能让这个肥料直接接触到小苗，要把土埋上之后才能种。种两颗吧，种两颗它就会比较挤，种一颗就会长得好一些。今天种的那个莴笋品种是四季大尖叶，就是我这边种的这种尖叶子的，我觉得长得也挺好的。把那些嫩的芥菜尖给剪下来了，这个可以拿回去吃。好了，今天的菜就种完了。冬季是我一年四季当中最清闲的时候，没有什么事情干，隔三差五的给自己找一点点事情做，又不会忙。好了，今天就这样吧，我是风信子，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